看一下我美丽的花园，真的是花园在不远游。这是我们家的感恩的 gratitude。第二年长出第二颗大墙笋，爬藤上去，然后还有这个，哇，大王蜂也来了呀！这不是 Japanese beetle 吧？哎呀，好像是哎！天哪，你也来了，蝴蝶也来了。你家儿子骑单车 ，both hand。Green Molly， 还有第一朵的 Whisper， 非常标准的 Cream Color 美国玫瑰。然后这里的 Gypsy， 真是很黑呀 ，Gypsy 的花蕾。然后这个西部大地啊，龙沙，哎呦，龙沙今年开始爆，第一次开始爆花。好，我有两颗，三颗，我现在还有三颗。这个是 Brenda Lumber， 很漂亮的紫色，我有好几颗。然后还有 All My Loving， 还有后面的贵妇人呐、啊。还有那个 All American Beauty 都是同类的哈，我也喜欢。再看看 Iceberger 黄色针织家 ，Daybreaker， 还有这个超级美的，今年第一次正式开的那么好看的 Benjamin Britten， 就是前后颜色美的不一样的。再看看，这是第一次开的。这一颗是 Moonlight Paris 第一次开，这第二颗我有两颗，这颗就已经群开了，群开。Moonlight Paris， Daybreaker， 哎呀，这是我们家漂亮了20年的有了，15年了，中途是我种的，所以这个是 Daybreaker， 是比 Huntington Library 那一颗都漂亮，我们家的长得更大。Daybreaker and Benjamin Britten。Grace， 看得到的 Distant Drum， 还有这个 Air Angel， 长得一点不差呀，为什么他们对他评价不够好呢？看看我们的 Air Angel 好娇弱，可以剪下来了。其实插瓶之后不怎么开，一周才开一点，真是小天使。 Jean LaJoy 见花不见叶，这个一大丛的小爬藤，小粉红爬藤，配上粉色达芬奇棕粉红，再配上后面这个竹子，我超喜欢这竹子。好了，看不过来的，慢慢报道吧。真的是分享快乐，快乐加倍，我都被人家夸的，我都要飘起来了。Casper Farrell， Bosco Bell。80几哦！哇，妈妈80几这么健康，我妈妈正好79，我妈妈79，天哪，你真的好健康啊！太有福气了，太有福气了！你们俩一起，我给你们来个合照，这个地方简直是网红打卡。今天是最漂亮的，昨天还比较小呢，真的等着你们来哎！哎呀，真是等着你们来。对，这个超级美，是我喜欢 David Austin 的开始，因为我才发现有这种款式的。因为美国玫瑰是不一样的，英国玫瑰是这种，哎呀，这个要很淡，早就太棒了。哎呀，你下周再来吧，这样就讲。后院更大。